伊查吼，你伫边，我拢讲南洋啦。啊，阮调下来有一个后生吼，就是许日本人调去南洋做军夫，啊，听讲破病治啊，亡身去。日本人战败了后，都无几冬啊，因大哥都安带了来台湾。阮是开地行的啦，脚手较无够，爱倒来阮斗相共。因为我是古早囝，落尾少很少。啊，我这人个性就是安尼啦，我吼较自由，唔爱人束缚。所以我就甲阮四大人讲，那结婚了后吼，阮就要家己住。啊，为着这件代志吼，我常常甲四大人冤家哩安尼。了，真无简单啊。所以这件事我就甲做落来。煞毋知影讲吼，因大官。牙青正正的人，阿煞念袂就地，跳袂就死，那艰苦不准，伊就去啉酒。有一天，伊啉到醉茫茫，再跋落去迄个船口死去。阿伯用这三岁而已，我这个老人穿一个幼婴啊，我是这样辛辛苦苦把钱拢带起来，我就是更加艰苦，我还没到回厝，家己到生五年。水气紧干掉的，打拼做，俭俭爱用，这个资金准备起来，以后留一块钱我安用，安排去娶你啊！我一生都是安尼过来。找不到我们的心高了。